大家好，我们呢今天到那个松山新义区办了一点事情，所以呢路过101，被一个很有趣的事物给吸引了，所以现在呢队长正在了解。我这开始不一定了，再开始看看我看看 A 足多人，我你看看看看你的位。先生，是不是你能拜托你个麻烦你哈，搁顶讲一摆。德国旧马克协会，这是第一次世界大战，德国战败，就第一次世界大战德国战败，赔予日本的钱。这个你有看哦，副理事长说话无，这就是我的老板。全部协会的人。伊照你讲，伊是敢若伊内行的尔，伊无爱做钱啊，伊做副的，处理代志嘛，拢伊咧处理。贵店管家开始看落去顺利吼，好热热的，你有看我安尼甲遮来，好无？这内容安怎？因为我讲的是简单解说尔，你要详细了解就是爱我怎么讲这个。我讲，因为我即卖在做直播，就是讲要让咱的一挂朋友了解。这是第一次世界大战，第一次世界大战。迄当阵德国战败，伊爱赔偿予日本。迄当台湾是日本的殖民地。对。迄个时阵德国就甲赔偿的钱，用你讲这马克叫马克。马克是债券。伊马克伊的票面上是一千上是十万。正赔予日本。伊的债券分几啊种哦？伊的债券是有的是。咱咧黄金是毋是一级盎司一盎司？伊个债券是有个是，用黄金算，以黄金一盎司来算哦。所以这赔就是，我郭台铭的财产哪一边凉快，哪一边蛋大，迄赔就是天文数字哦。迄当阵就是，迄算跳的就对了。对，日本人尾啊，因为发生大地震。我是认为讲可能是东京地震一条。到对拜我唔知啦，吼，阮头家是安尼甲我讲。地震以后，日本人就甲台湾人，就要台湾人一挂有钱的人啊，是安怎？叫伊爱对迄款马克这债券爱卖互伊就对，伊就爱卖去就对啊。对啊。卖去。台湾人摕白花花的银子出来买。摕予送予日本人，换这债券。第二次世界大战，因为佫尾啊佫拍。第二次，我即马强调是第一次的问题。第一次对，因为第二次世界大战，第一次我无了解。日本人战败以后，伊屁股拍一拍，人走，这债券就无存在。伊就讲你去说。台湾人对啊。你德国人讲的意思讲，我是日本人的。不是，我才有咧赔偿拜的意思。不过我请问者。你赔敢是赔现金吗？对。你用这个东西，敢那借据，敢那借据的意思。以后我若有钱，才慢慢啊来讨回来。结果呢？日本人拄着大地震是东京倒遐，我唔知。急需要资金来运用。你较早台湾人是日本的殖民地，受日本统治的。用高压强迫的手段，用逼台湾人摕钱出来买因这债券。你怎么？这感因咱台湾人买去啊，尾啊第二次世界大战，日本人搁战败，一家就拢卖钞票啦。不，这就是安尼啊。变台湾人就是戆戆啊，提只电脑带。你德国人有今仔日印度头再有厝，你这债款是你德国政府印出来？我唔找你德国政府，无要找啥？应该德国政府啊。敢唔是安尼吗？你讲你赔予日本人，你是自在赔予日本人的呢？伊迄是赔债券，伊无赔正经的钱。无啊。对。即马就是德国人嘛，真巧，即马就派一个人，用一个人，来咱台湾讲要对海抽挖矿，用海底提炼一挂重金属，一挂迄款稀有金属。阮先来选择伫遮徛，阮从去年四月初徛到今年的四月初，多少年？一年啊。阮先来选择伫101遮徛，因为。不是，伊德国甲台湾无邦交，无大使馆，伊是设一个在台协会办事处，只33人。头一摆，阮头家来遮徛的时阵，用大声讲，徛在门口，我咧甲华声音会往上飘啊。对。结果透过
楼下保全人员对讲机。要甲你夸张？不是，对，透过对讲机。啊。我下面顶管讲。啊。结果讲顶管耍赖啊！我这样来讲，德国雌雄赔不起。啊。这德国雌雄赔不起，就是讲你甲糟蹋的意思。你都，你对一条理由你讲出来，你当时有背文你讲出来啊。伊证明过你啊，就是雌雄的意思。嗯嗯。哦。马克在这送给你，不懂就是我提我的在这叫人家来上当的。票面一千个到五千个。马克在这送给你。你讲你有赔，讲到尾也是你啊，公司讲未赢，阮头家你听有无？讲未赢，阮头家的孙娘，伊即马在来当个耍赖，我着急皮皮来跟你插袂啊。我来。我即马我甲你报告一下，过年前2月1号。我们已经委托律师正式法院提告。以前我就敢不告的。无，都甲即摆正式甲告。啊。过年前，过年时是毋是2月15号？啊。啊，阮2月1号当天委托啥物人？咱一般律师是一庭拢投5万左右。是啊是啊。阮迄是一庭10万呢。啊。法官是关。研究去找台中的阮市长嘛，林家良即摆甲日本，林家良个，德国人要做生意啊。我讲你听啦，安尼后底后盖堵个。我讲你听啦，看没有？我听我讲一句较无顺啦。阮这个头家伊较早是少年，伊创这个街头抗争是，到尾30年，民国70几年就开始。